谁看？对。吞口水。恭喜发财！如果是仔仔这样子吐，就被打了。过新年过得了吗？好像可以啊，还没有，好久没有去回去过新年了。对，待不到，我们就一个礼拜。对，圣诞节都不能。台湾也过很不过圣诞吗？以前有，现在比较少了。那换了新政府，那个对。以前他们有个行宪纪念日，就是在12月25号，好像被废掉了。对，那个被民进党废掉。现在大陆那边过得很厉害。嗯。还要庆祝。对对对对，我的朋友。公假，但是大家都庆，那气氛好，然后那个很多那个怎么讲，促进经济发展。嗯。对。哎呀。是不是今天第一次做的？你发现这个是游戏发现吧？对。还在眉毛还没翘。